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36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已经推出可能有一两年了吧，这个是传承系列的双履带。其实双履带这个翻译我一直觉得它非常的奇怪啊，它应该是一个双扩音喇叭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当时的玩具呢给它翻译成双履带，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啊。那么应该是在 Kingdom 的时候呢，它有推出过一款它的原色版本，红色的录音机，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拍子达，然后双履带，拍子达。这名字的话，其实日常生活中好像都不会用到这个用语啊。那么变形金刚的世界呢，有很多的这种拟态或者是隐藏形态，其中的话呢，有一种比较特殊，就是变成日常生活中的用品。啊，包括这种收录音机啊，那甚至你要说 Megatron 变成了手枪，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真人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本人的这种比例呢，是能够搭得上的啊。那这两个玩具呢，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同，在 Kingdom 的那个时期的官方玩具呢，很多它的塑胶呢，放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会严重的黄化或者是有点绿化的感觉，特别是这一种型的灰色的塑胶啊。最严重的恐怕是像 Megatron 啊，或者是沙暴啊，我是说喷射机改模的那个沙暴，他们的这种灰色部件呢都严重的变色了。那么这一款双履带的话呢，由于它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应该是有上了一层的漆，那这个的话呢，本身的塑胶颜色是白的啊，跟这种的话呢不太一样，跟当时的这批塑胶应该是不同的，所以它变色的几率应该是比较低了啊。啊，不过呢也并不是代表说呢，我建议你买双履带而不买拍子达，毕竟有些人还是比较喜欢它的原色版本。那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了啊，就是他被阵亡之后呢被改造，或者是说重生变成了这个家伙啊。那两个的话呢都是有附带磁带的部队的，那磁带从这地方按下去啊都会弹射出来。那两个附带的磁带的战士的话呢颜色不太一样啊，拍子达的话呢是一个水蓝色的透明件，而我们这一次的话呢则是拍这个双履带是一个黑色的。那他们的一个涂装的部分呢给各位看一下啊，金色的点缀呢可以说是完全一模一样。那我们呢简单来给它做一个变形吧啊，这个脚部的话呢从这里拽下来之后呢往前面旋转一个角度，这里也是往下放下来往前旋转一个角度。那它的脚底板的话呢啊，前面的脚尖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再多做出来，有刻画，但是是藏在腿里头的啊。那后面又是空的，所以可想而知的话呢它的站立性一定不会太好的，手部只要转下来就可以了。头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从这里稍微抠一下啊，再把头给翻出来旋转180度啊，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了。那刚刚有提过了，它的脚的站立性的话呢并不会很好，你可能要稍微去掌控一下。那么另外一款的话呢我们干脆也变一下好了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变形。我们呢之所以呢会喜欢官方的玩具的话呢也无非就是它的变形是够简单了啊，手部往下翻，头部的话呢从这里翻出来。那各位应该也看到了啊，这一款玩具的这个塑胶变色其实也是很严重的啊，你把这个头翻出来就知道了啊，它的颜色本来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已经有严重的黄化了。这个腿的两侧的话呢也是不同的，这一点的话呢真的是不知道当年的这个那一批的话，反正就是地球崛起还有 King 的那个世代的玩具啊，包括应该是围城就有了吧，那三部曲的玩具呢这种状况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好的，那么收音机的部分我们给各位做个简单的一个分享。扩音喇叭，那这个东西可能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比较不会有知道了啊。它的枪的话呢是在握柄的这一侧有一个洞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下去就行了。当然你要把它背在后面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它是一个带枪的收录音机啊，让人家不敢靠近你也是没有问题。那我自己买的话呢这一款这里的话呢可能是中奖了啊，这里有个小小的刮痕。那这里的话呢我又忍不住一定要再吐槽一下啊，你官方啊你这种玩具啊你这里掏一个洞啊，这个导致于说这个人物的这个面相或者是一些部件啊真的是受损或是被偷走啊都是有可能的啊。
来，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双履带的变形过程啊。啊，首先上面这个提带，我是建议直接往后面推啊，推开它就会自动蹦开了。蹦开之后的话呢，把这一片部件这里往上翻起来，它两侧呢有两个组合的位点，把它解锁。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脚的话呢从这里给掰开，往下面转下来，然后单腿的话呢从这里折进去，扣回来，然后呢把这一个部件直接往上面这里扣下去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旋转一下，然后这个脚的话这个地方把它给扣出来。那如果抠不出来，就是把它往旁边推，从这里就可以推上去了，到这里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腿的话呢，先把它往下放，再来把腿部转到这一侧啊，这个一定是在外侧嘛。这里的话，我们就翻到前面这里，把腿给放下来。这里本来有一个黑色的凸啊，它抠进去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洞啊，黑人对黑人这个比较少啊，这种片子不多。这里扣回去，然后这一片部件的话呢，原封不动的把它给扣回来。那侧边这里好，直接转到这里好了，这里拉不开，我们把这个脚给打开，从这里扣上去。好了，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腰身旋转180度，再来的话呢，这个手臂的话呢是以非常骚包的方式呢把它给往前面伸出去就可以了。这里会有一个卡住的一个感觉啊，这里，然后手臂额头肌的地方要记得旋转180度啊，你看这个胳膊直接往外伸出去，这里会卡住，再把这地方给卡进来，到这边旋转前后翻转180度，然后呢背后这个盖子给打开，打开之后呢把这个头呢从里面给抠出来。那如果不好抠的话呢，我们一样的啊，使用这个道具，我们都是大人了啊，用道具也没什么了啊。好了，然后呢这个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四肢的一个位置。我们这一款双履带它的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虽然是相同的模具，但是它们的改变的话呢还是有的，就是在它的表情的部分。这个拍子达的话呢是一个紧闭的嘴唇，而这一款双履带则是一个微笑的感觉。而且它这个黄色呢，因为没有很好的将蓝色的塑胶给压过去啊，所以它变得有一点点柠檬黄的感觉，感觉不是很好看啊，应该说不精致了，我不能说它丑，只能说它不精致，好吗？那么两个的头雕哪个好看，这个端看个人的偏好，但是我相信吧啊，应该是原色版本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还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关节的紧实度的话，我觉得两款都挺好的啊，基本上并没有因为改色的缘故呢它就变得比较松弛，至少我手上这一款是这样子的。那背后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其实这个模具的话呢空洞就是在常见的小臂的内侧还有大腿的后侧，然后它的磁带战士啊，这个地方大小比例放在一起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它是收音机拍子达或者是说双履带也好，它们呢都是属于算是博派里头的一个类似于音波一样的玩具设计啊，就是一个本体带着一群磁带部队。那以这一次的这个传世啊还有 Kingdom 来讲的话呢，他们推出的磁带所附带的磁带部队呢也就只有这么一个了。那具体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个模具的啊，那也买了很久了。最近整理老物的时候呢，整理我的一些房间的时候，把这个玩具给翻出来，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掰掰玩具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觉得我最近的声音是不是好像比较，我觉得我最近的声音不太一样，我觉得喉咙好像反正我觉得我说话的样子感觉跟以前稍稍有点不同，有点沙哑，但是我还蛮喜欢的，对不对？是不是多了几分沧桑的感觉，是吧？好吧，那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